每天五分钟，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。每日祈祷，伴你今天经历与神相遇的美好。主啊，你的话告诉我们，只有深处才能够回答深处，凡是在浅处的都不能够反映深处的，只有那些进入我们深处的经历才能够应付别人深处的需要。如果我们帮助那些正在经历洪水的人，我们自己必须先经历洪水。主啊，让我们自问，我们有没有受你秘密的对付，还是我们所有的都是众目所见？有许多人是浮浅的，好像只在外面生长，而没有内在的积蓄。主啊，如果我们只愿意生活在事物的表面上，我们也许能给有需要的人一些帮助，但是我们所带给他们的快乐却会过去，我们不能够真正的应付他们实际的需要。保罗有一个保守了14年的秘密，他那最后的揭露带来了何等大的帮助。主啊，当我们发觉你在深处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拥有了暗中的珍宝，而这个目的是为了和那些在试炼当中的人同分共享。求圣灵来开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感谢你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